前面的是宁海托五洞洞幺。往外海看过去，三个物体在海面上看得相当清楚。离鹅銮鼻不到三海里。这可不是一般渔船，而是中国籍拖船。从屏东加乐水拿起手机一拍，好明显，由左至右分别是宁海托、五洞洞幺、远程号还有平台船。二号早上距离台湾最近只有三海里。宁海托、五洞洞幺，违法进入限制海域，请立即离开我限制海域，否则我船将依中华民国法律采取必要行动。现在前面风太大了，我现在只能这样慢慢走了。事实上，这一艘宁海托五洞洞幺从前一天晚上就很不安分，一下说要往台湾本岛与绿岛、兰屿间水域通过，结果他们却沿着西岸北上，最后跑到高雄外海，然后又回头南下进入临海县内，遭到海巡署驱离之后，没想到还直接呛虾。只要老是你国，你国了，你台湾省就台湾省。海巡署表示，这两艘拖船是一般民船，不是公务船，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方17海里。台东海巡队幺洞洞八六艇已抵达对方行进海域位置，执行伴航监控勤务。由于海宁托五洞洞幺所属公司有水下作业业务，军事团体就担心是对我国进行水文探测。另外，根据国防部公布最新数据，一号有两颗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，分别从嘉义以及基隆的西北方进入，高度大约在30000以及32000英尺，其中有一颗甚至直接穿过台湾，而当天也有侦测到共机四架，共建三艘。距离选举进入最后倒数，国防部与海巡署强调将持续监控台海周边动态。华视新闻周孟汉、蔡孟俊、陈信仁，屏东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